啊，还有唐伯虎。4:08:07.65，并且3瓶2满一等冠军。人群里你不说我不看，没买玩具可惜可惜。卖场里有批发有会员，来亚西亚选购选购。形形色色五彩缤纷，小孩开开心心。爸爸妈妈一起来亚西亚走走逛逛。十家分店有南有北遍台湾，玩具伙伴有男有女都努力。费尽心思努力抽好业绩。快点来亚细亚参观选购，大家快来亚细亚，过年都在这等你啊。哎，好了，铺完了没啊？起来打扫了啦。哦，原来亚细亚还有卖这些东西耶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重点来了，好工整啊。这是由运动类商品和遥控车所组成，是户外行程第一首选。再来是木质玩具，一只桌游积木搭配而成，大小老少一起动脑缺一不可。也有娃娃半加加九系列女生玩具再适合不过，还有别忘了地鼠机、钓鱼盘、泡泡系列，亲子享乐欢笑连连。没有错，而买了超值10元扭蛋的朋友，顾名思义，只要10元铜板价，而且还不用扭，否则会情不自禁一买再买，实在是居家旅行，抒发压力，必备玩具。